本鱼多少？本鱼五块。这本鱼真好啊。嗯，那操，这本鱼越好越不行。多了，我一杀杀两三口，都不一个多。哎，抠抠缩缩拿几一个准备那时候了。多杀点，姐妹。来要血脖吧，三块钱。这玩意儿三块钱去，三元，买啥三块钱啊？是啥吧？你说三块钱，没不贵，没有贵玩意儿。你去买，你去买个，你去买个猪去试试，看看多少钱，啥玩意儿？这就啥大猪？我不啥晓得。大台子大猪肉，俺五百多斤，都五百多这猪。大猪肉香。五块钱来，要吗？这够吗？我再给你拿一个。有啊。这个对，这不是本猪、啊、是，哎呀，你说你要多胖的吧？可这市场找没有这么胖猪，胖、啊、你上里头看去，我乱说吗？这胖这是后秋，这条大猪，十块、十一块、十二块，就是三样，带着排骨的十二，那个肥的十一。就几号几的肥的十块。来，大哥，我现在收入多钱了？八块五，五百多的，有五百多的啊，有五百多的，八块五，这两个够吗？这有吗？这啥？这是本油，你不要本油吗？这就本油，够吗？这些不够再给你接那个钱去。看不看这多少钱了？这行，五块钱的十斤，这五个钱就正好十斤。这七七六七六七的。你要啥的菜，你不能要后球。有的，其实我就得酸菜小菜。那个不行，你在这儿嘎一块，我告诉你，那是那啥的菜玩意儿。人人生吃哪是弄啥的菜啊？啊，你不弄啥的菜呢？你能要炒菜？对对，那受不得了。那十一十一那种，那不卖。拿一块来，行，要多少？啊，装不行，哪嘎都行，没事啊。你老在这买肉。这咋是生活？对。那是一嘎的全瘦肉，那连肥的是得这么嘎。你要净了瘦，这是啥东西？这块的拿了吗？哎呀，我要说那就要说这块是拿了，你来拿去。来，112.2块，110，你看好称了吗？哎呦我操！你说我说给你点，我这百万还混吧？对。我混到家了吗？我这吃去吧，差不了。我这不叫人家怎么吃的？开吧，咱是肥的多，肥的多。嗯，开吧，开多吧。少吧。我不卖。哎呀，那可不卖不卖，八块五，真不卖。哇，你死了。一会儿他打以后，这腰点实惠，这腰点快油了。我这个，看这家伙抽的，你上这儿的球了，瞅这家胖吗？哎呀，你这你随便，都你说了算。那不是说了算，给我戳了。啥事儿的？啊，来底下。哎呦，那买的是也不知道啊，这玩意儿谁知道他们是什么的？嗯，这肥的十块钱，不要五花肉，带着给你带着快。都干去了，这多少钱？这卖二十，这卖二十，猪还八块五。猪都多少？猪都多少钱？你不多带点肉？大哥，你咋这么聪明呢？你别说了，你猪都多少钱？要多少？他能。他这就你不用那个边了，就在这就写着了，你瞧瞧了，不要那个边儿。他不要那个边儿。哎，对对对。嘎成火箭了，这家伙敢要飞禽肉，敢要生。要火箭。这个时代，我时代就是禽肉，就是你要哪嘎哪的。那可是弄，那也得有点档次，不能烂嘎呀。你看那小块那是啥呀？你，哎呀，我的天！就不用。红吗？那边。红吗？哪红？这红我赚呢，你可是，这叫红，你看得了。56块55。好嘞，吃吧，咱们这都熟熟麻花的，来，中妈要多少？三婶，快说。
就你要多少？那把事干起来。看我这带点沾点血我都扔开。我就尝了多那个。你要这肉你要再不要你就不用买了。哦肉。好了，七十，赠给你块啊！你不大汤的吗？嗯。这回让你回去看看我老孟卖肉够撑不够撑，不多二两不要钱，要多少？也不要多少。来干去，我给干。干啥？干啥？干啥？收款61元。保证金额七十。我说你那是七十。七十啊？嗯。六十吗？七十。60吗？你这有60吗？你这是多少？有蹦，你这有他这是70。你好好看看，对，那有蹦哈哈的。60，他这70。对，这60。来，60块钱。好，这个肉也挺香的。这块肉你香能了？因为净烫的，你不要烫的。这是自己啊，那我为了没有。啊，都有点骨头的。嗯，三斤肉啊。啊。啊，就你啊，你都不认识你三妗子了，你说你这咋长的？你说，来，这是50。来，彩彩。这咋咱们咋都这样啊你？60，来60。慢点，有点着急，人多就懵了。兄弟，来。知道你们在这卖肉。这好。是吧？这老磊。老磊，你要那个？你要想要那个，不要这个。这有瘦的。这不都一个钱吗？刚才他妈说我吃不过，带着骨头，是这就带着呢。瞅着这叫五花肉，这是肉，这净杀大猪，还烫出来。103，给我100块钱，给我吐了一下子，我回家是咋的？80年口罩你也整40，你甩下都不中，人家就是这样，你这么就这么一抖就开这玩意儿，就让它粘着，这个放不进去。你得这给我要个6-7斤，完了之后我再要嘎的瘦肉，这样瘦肉，要瘦肉大家在这块让它给炸开了。嗯，看这好啊，好，这是烫的，这瘦肉不？看这回。这回你这回往这回瞅一眼吧，看新鲜了吧？哎呀，这不骑摩托车可真花了。这是咋的？瞅这边是真新鲜。别吃了，130算130。这是我呀，我他这不是，我就是问问姐姐的孩子，十一斤啊，别给嘎开，来嘎开它来。我这块树给我整一块，走。啊，都行。这个你吃了多少斤啊？10多斤。没事没事没事。他这有家伙事儿，哎呀，这都正常。人家这多少克？赶紧回去吧，死呗，你干不了。他就是，我再给我拔块瘦。你说他干不了，那些眼珠挺好使。这块瘦的，不是这还不少呢。大姐，你看那个瘦的。不，干那也瘦。干那也瘦的，都一样。来，100票。6万的，12的，11的。我愿意吃这个，我吃就要吃瘦的。走哎呀，有你说的，你还不知道干，你这都不饿着，我都不饿着你。再炒两块，没事。张姐，你炒的不加面更多，那我加对呀，谢谢。这都是亲戚呢，你老母你啥还不知道给你干的？没事啊，哎呀，不客气。亲戚呢？没事。好好嘎嘎，这孩子要哪上上上海，这边肉奶奶你喝小酒，看你这样，他们能喝点。他倒不知道，我老他奶奶谁大姑的那个老闺女女婿。嗯嗯，他说了说半天一个，又不是本儿给他找了。多少钱呢？我还260，大家230吧。260是吧？嗯嗯，他少要几块钱？是你谢谢了啊，谢谢我大姐，不谢谢你。谢我没用。对，没有你大姐能有他
是吧？这么说还算结果，这你也没用，你说的也不算。那我和大家啊，他忙着上班，我就这多少钱一斤啊？多少钱？那你走啊，不忙啊，光有地方拿呢。他上班待着呢。啊，那不亮。看这个肉，你让人瞅一眼。你看咱这玩意儿，那个肉都是很好的，现在真好啊，这可不乱说，好又好。还有饭有没有？没有了，下期来吧，大姐。没有了，下期了我给你留下。没有，下期给你留。下啊，下期就再说吧啊。啊，中了中了。别急，咱买点还要再干。来，45，你割块肉。反正不是，不是。一会儿再割块肉。中，43呢，就中了。啊，这个65。你放心，不是这点玩意儿，这叫鸡肉啊，67.4啊，我要65，少要2.4块钱。这点干块那个肉，这块干着收入多点是吧？这好，看这收入，装上中吗？看看，我干起来，我干起来你不要都赖不上，这样我净收的，你别掺和。来，这个刚才那是。43，这个87，算账吧你。120。嗯。哎，这行收入讲究。这87.3，这是吧？这个90，130。这样算一算。账算的都不卖，他差难差了。那水要啥？要。12-11，12-11，11-12，反过来掉不起油，啥都一样。还涨了呢？涨了？别整啥？你就上旁边问问吧，看旁边多少钱吧。哦，还有10块的呢，也有。10块老大肥肉。哎呀！